哎，怎么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这个刚开始调用的啊？是不是刚开始把这刚开始给干掉？删掉这句话。啊，给删掉。是不是啊？我开始画了啊。画个水母。这啥玩意儿？好，我丢了啊。我就看丢了啊！怎么没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说明这句话的调用，你在这还要调用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句话没调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付了心思没调用，对不对？激动啥呀？激动！来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激动。来吧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哎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们会，哎，那你们会。然后我看一下是不是没保存呢？是不是没刷新那个啊？啊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隔壁窗户都准备好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溜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。我先把这个点不清掉吧，有可能是它起影响了。先不清掉，先不清掉，先不清掉，找原因嘛，对不对？清掉之后，好，再来画。画个简单的。对，画简单，它不太复杂了，把它吓到了。呵，挺秀的。还是没在上面去啊？在反面。啊？反面？不对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胶钻。反面。胶钻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O point I 点 temper， 我们看一下 temper point 点 x， 这个转换是不是用 int 合适吗？这个地方强制转换一下，我看一下宽和高，它这个不一定是转换什么？就是 float 的那个这个小表格的。我们设置一下啊 ，x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打印一下，我打印一下啊，看一下 debug 点 log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进来啊？啊，总的长度 all count。没有画，不给面子呀。O points 点 count， 好，所以第一步我就看一下这个长度到底零多少。第二步呢 ，temper point 它的 for 循环，然后每一次来了以后 i 小于乘以它，打印一下这个 x 和 y 的值，好吧？好 ，debug 点 log。反正它也没多少，那么就打印一下 x 值等于多少，就打印一个吧 x 值，好，这样就行了。错了，刚才这地方写到这儿去了，我勒个去，没放这儿去啊，应该放这儿啊，写错地方了，激动啥呀？激动的写这儿了，稳的一逼啊，放这儿，光的一逼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隔壁把窗户关上，好，来吧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啊，试一下啊，哎呀，这再不行我就开窗户了啊，倒吸一口凉气啊，哎呦，我去，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看见呢。不连贯，对不对？不连贯，我们看一下，总共是241个点，245个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第一个优化，对不对？出来第一步是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点不用跳窗户了，对不对？先把命给保住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刚才这个代码没拷贝拷错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把这句话给打开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句话再给打开，我刚才屏蔽的地方我们打开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先让正规的流程跑一下，对不对？火车都是刚开始从简陋的地方开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跑的就是跟这个动车主一样，高铁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们对跑火车的理由吗？啊，然后好，是不是也画出来了？嗯。
只不过是什么？全是点，全是点，对不对？没连成线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我插直什么？快说，叉子对不对啊？非常好，就是叉子，就是叉子啊！啊，对，怎么叉子呢？是不是在这两点之间？是不是要硬叉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 int， 是什么意思啊？强制转换对不对？中间丢了很多东西对不对？丢了很多东西啊，所以强制要强制转换了。丢弃了很多东西，那么好了，我们再来一个叉子运算 ，for j 小于100，小于100，我就叉子中间每两中间之间我们插一个值行不行？可不可以啊？插100个值，对不对？插100个值，那怎么插呢？怎么插？是不是 max 点 nerf 怎么就不敢叉值了呢？叉子，我们是要把这个变成浮点数，对不对？浮点数，它是浮点数 ，float 啊，这个地方也是 float 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叉子和谁叉子啊？是不是前一个点和后一个点叉子啊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还要是不是也要知道前一个点后一个点？第一个是从一开始吧，从一开始。那我们这个也叫 temper front i 减一，好，再来一个点，是不是 temper back 呀？跟刚才一样，对不对？前后两个点先找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个点前后两个点找到了，那么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对前后点两个点进行叉值？什么叉值呢？这个 float 呢是前面一个点 temper front 点 x， 好，然后再来一个，我们就是 front xs 吧 ，front x， 然后再来一个 front， front y 吧，那就把这个地方拷贝过来，对不对 ？temper front 点 y。好，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个 back 呀？ float back x 是不是也它乘以它？乘以谁呀？ temper back 对不对？然后复制粘贴干掉，是不是 back y 啊？改一下吧，然后它的是然后这个地方是 y 对不对？前后点的前后点是不是都找到了？比例也找到了。那么中间是不是差值啊？谁跟谁差 ？float 和 back 差对不对？前后两点之间差值差多少个？怎么差？是不是 j 除以多少？100.0f， 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叉值还记得怎么那公式是怎么样啊？ a 乘于 t 加上一减 t 倍的 b， 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慢慢的叉，慢慢叉，就从前到后慢慢就接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得出来的值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x 啊？我们叫 float， 我们就 int temper x， 强制转换一下，这样就把它强转换成了，那是不是就 pointer 给它设一下？设置一下。第一步 x 得到了，两个叉子嘛，慢慢叉子过去的。好，第二个是不是 int temper yy 等于多少？int max f 点 nerf 叉子，是不是 front y 和什么 back y 进行叉呀？从前到后叉怎么叉？是不是也是 j 除以100.0f 啊？对不对？
然后这样是不是插过来了啊？这样就插着过来了，就两点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缝隙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从前到后插到另一个点去，我插100个点行不行？是不是可以啊？你插50个点也行啊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再试一下啊，再试一下看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再来解释这些代码。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是否是正确。好，哎，再画一个水母 W 吧。哎，还不错，好的，平滑了，对不对？平滑了，你看啊，5-3吧。哎，五指山哦，4个字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不是姑娘吗？啊，皇冠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吧？啊，好，就对于美术人员来说，我真的太这画的太菜了。啊，画个 W。对一个正常的，啊，是吧？手指脱皮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是插直，是不是？你要如果觉得插的还不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其实用50个点就够了，50个点就够了啊。下面就除以100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错了，除100。啊，我们就写个 count 吧 ，int temper count 等于50，对吧？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我这个地方其实要出问题。明知虎有虎是吧？偏向虎山行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是有问题的啊，有问题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又变成点了？我除了呀，应该有 float， 是不是应该用 float 呀？为什么呀？它这个它还是就是是不是是当 int 在算的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我给它变成 float， 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变成 float， 也说明一个 float， 先说明 float 也行吗？不行，那你这个 int 了，你这个地方不是要用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变成 float， 你再看一下啊。啊，变成 float。好，再来画。是不是就平滑了？嗯，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平滑了。好，啊，说明中间插直了，插直的还挺好的啊。挺好，不错啊。挺好。OK 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来，咱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来捋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个结构啊。那捋一下我们刚才的结构，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说了要两点之间有缝隙，所以说我们这地方选择了插直。那么第一个是前面一个点，后面一个点我们都找到，前面点后面找到，然后两点之间中间有缝隙的地方，我慢慢的插直过去，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缝隙了？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选择了一个插直过程，哎，让前面一个点 x 和 x 插 ，y 和 y 插，那么这样就插过去了。啊，好，总的流程就是这样的。第一步，首先我们得拿到这个比例，啊，拿到的比例，然后将这个比例给存下来。第二步，哎，我们将这个比例画出来，啊，什么画呢？是用 OpenGL 画的，对吧？这些点怎么在 OpenGL 画呢？我们这地方有一个函数叫 onRenderObject， 啊。那么我们用一个正交投影啊，用了正交投影，你不用的话，不用这句话的话，就是 toast 投影啊，有了这句话就叫正交投影，用正交投影的方式啊，将两点之间也是一样的连成线，因为 OpenGL 专门有画线的这么一个 API， 但是图像里面是没有的，所以说我们就也是一样的找到前后点，然后连成线，就变成了一个平滑的这么一个图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把它变到我们的这个3D 物体上去呢？所以说也是一样的，将这些点
哎，站在点跟像素之间做上一个比例映射啊，在这儿，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儿啊，用像素啊，像素之间啊，跟这个比例之间又做了一个映射，你就可以想象成小地图。哎，我们人在哪个地方？人在哪个地方？好，我把它算到是在比例的哪个，在屏幕的哪个位置？好，然后我要显示这个小地图到每个画面上去，那么就是小地图的宽乘上这个比例，是不是得到它在小地图上的这个比例了？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你想在这幅图上面去展示这个点在哪儿，那么就是在这幅图上面的这个宽和高乘上这个比例，就能够得到啊，就能够得到它的一个宽和高啊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设置它像素上面的某个点。OK， 所以说从这个事例来当中啊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们总结一下啊，第一个，我们首先掌握了GR画图，所以说你出去了以后就可以跟别人吹牛逼了啊啊，对GR画图啊啊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你画去了以后。出去了以后吹牛逼呢，绝对是啊，可以增长，至少在你的简历上可以增长2000块钱啊，对啊，因为目前你可以搜啊，你可以搜，除了我讲的课程以外，你基本上搜不到，而且这是人家网易发明的，是吧？他就讲这还是技术壁垒，一天以为这个阴阳师画符吹牛逼呢，没有人造出来。我这个画的比他效率更高，用 GL 画的。我操！对啊。啊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要对像素有一个对像素更深刻的理解啊。像素你看到是不是一个点一个点，我们怎么样对像素在进行操作吧，对不对？一个点一个对应的像素，我们一个一个点怎么映射出来，怎么样画出来的啊，所以说这个事例是非常有事例的，非常有意义的啊，啊，好好去下去好好做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作业。啊，作业不啊，我下午休息，就是你们今天。这个下午你们把这些东西消化不？今天能把这些东西消化就不错了啊。一个是好好体会贪吃蛇。对你们的编程意义非常重大啊，这个东西别小看它，你们别觉得简单，哎，我做出来就行了。你要太好了，你要封装真的，你要好好体会，对比它网上找的东西，你们对比一下，你好好发现这封装力，封装的非常多，对，封装的非常好，代码非常好，非常少，这是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的，出了教室门就看不到了。好，第二个作业。还有个作业啊，作业是什么呢？这是当年这个七班的一个同学啊，我记得我们咱班有七班的啊，周杰是七班的，他记得有啊，七班的同学是不是要画一个这么东西？不是七班的，七班上一个班级六班的同学啊，哦，弄没了。六班的同学呢是想照着图，这个功能啊值3000块钱，嗯。他上班的时候，对啊，上班的时候给了个需求啊，哎，给了个需求，然后让他哎，让他一个星期之内，哎，我去，怎么回事？让他一个星期之内，哎，做出来啊！他结果他们做不出来，最后几天了，他找我，啊，让我们看一下啊。分给你多少钱？啊，就发了我660，嗯，不是，好牛逼啊！啊，挺烦的。啊，明白了，我看一下啊。我懂你意思，懂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。有问题找老刘解释不？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挂了一个场景。啊，是看到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没看懂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那个公用的那个地图小地图。你看到这个小地图是不是有个？随着镜头的显示视野范围是不是展示在小地图上是啊？对，中国三的那个镜头，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你看到？哦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你能看到的区域在小地图上显示出来，对不对？
真实的需求啊，这就是真实项目的需求，叫什么呀？Word 3对不对？那个博士争霸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你的视野范围多大？这个小地图上叫闪失多大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就画出来啊，画过来吧，是吧？又是一个实战项目，我操，太爽了！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又值3000块钱，至少啊，牛逼牛逼牛逼！Word 3地图，Word 3地图，我一出去我做了 Word 3的小地图，是这样做的。Word 3它的分是啥？争霸三对吧？魔兽争霸三对不对？这是我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吹牛逼啊，至少值3000。就是我做的，怎么做的？讲一这洗白你，我详细的讲解给你听，不信你就听我来吹牛逼，对不对？好，试一下啊。今天前面两个东西是重点，这个是作业，如果能做完了的话，想一想该怎么样实现它。明天讲。对，明天就看你的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这叫争霸三小地图，对吧？魔兽争霸三。对，魔兽争霸三小地图，这不实在不了解的是吧？昨天就是他。魔兽争霸酒家伙，你作为三小地图。其实用到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啊。啊，用到的知识就是它。感受一下呗，魔兽争霸三下。好，下一个。